各位好，咱即摆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好，大家好吼，咱过来继续讲。经过咱顶段时间，我相信你一定有充分了解咱的台湾。咱的台湾的乱象，乱到实在是已经唔知变哪乱吼。在这个不管各方面啊，我看到日本人咧看到咱台湾的交通迄个标识吼，是足奇怪。伊讲，恁台湾的交通交迄个标识吼，因的这个标识吼，迄敢那爱天才才看有，吼，迄日本的标识哦，青盲戆戆的吼，白痴的我都找甲到位。是安怎？伊讲，伊表示是足简单、足明了，吼、哦。往南边就照红色一直行，往北边就用色来分别。咱唔是哦，咱是画伫迄地图安尼拍起来，啊，然后乱七八糟，啊，爱稳落下骹，爬去你面顶，啊，走你边啊，靠你边啊过，吼、哦。啊，规个，你若看到台中市，我较早伫台中生活吼、哦，看到迄路吼，安尼位置。号码找到这时阵讲奇怪，啊，咱158号，啊，那到这无路呢？无路，已经142号，啊，143对打去，弄到壁拢无去啊！去甲人问讲，啊，恁这讲这条路158号，啊，即马才42号，啊，后壁还拢对打去。伊讲，我甲你讲，这吼足复杂的哦，你爱安尼跳过。吼、哦，啊，过迄条，过迄条，过迄条，啊，再佫接落，迄条就是啊。我讲迄只听有，是安怎咱来变安尼？其中你捌去甲思考，会变安尼情形，完全拢为着财团的利益，无唔对。伊啥物那个改变？因为我的土地就买伫遐，我的地就是伫遐，我若无安尼变过，我遐厝要卖予啥物人？啊，路规条甲开过。啊！我都捡足侪土地去啊，为着伊个利益，引起着全民的无方便。啊，所以这个变起来吼，安尼乱乱到是有快。不但为着教育，为着种种足侪项，安尼甲咱一工一工变作讲，你到底啥物人？你唔知影。古早，我捌伫一届吼，咱来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你检查看起来，你会感觉足趣味的。但是看了，让我心内感觉有一种悲伤感，就是讲，咱伫娱乐当中，一直互安尼消灭，一直认为讲啊，你就是倒一个人，安尼骗，搁再骗，骗过几啊遍了后，你才发觉到讲啊，这真奇怪。好，咱来看第一段。这个影片吼，你迄、那个两个对谈，你能看到，在咱的教育内底，中国人是啥物形态，台湾人是啥物形态，伫遮所产生的效果是啥物？非常谢谢您，各位现场的嘉宾们，大家晚安。你也当注意两个对位，在这里见到您，尤其是我现在站在舞台上，看到诸葛亮朱大哥呢。我有一份莫名的满足感，也很高兴。我讲的，你讲这句什么意思？我徛在边啊，你有满足感。你的意思是讲，我徛在你的边啊，你有作祟啊？呢？没有啦，我刚刚讲过嘛，我看到你，我很高兴，就欢喜的啊。啊，欢喜，你讲作高兴就好。你乃讲我徛在你的边啊，你有满足感。嗯、意思我徛在边啊，你会加作祟，无、嗯、可能。我徛在你的边啊，可能你的嘴会加较宽尔。你怎么这样讲呢？嘴巴大呢，适合唱歌啦。你的意思就是讲，我老爸老母咧生我，一定做唔情愿，对不对？哦，啊，恁老母做不来生，阮老母对恁老母袂对。因为恁老母会用去叫外国人来斗这座，阮台湾人当低调边啊生，安尼你有爽无？
你怎么这样子？我说我看到你很高兴，你一直讲吗？你卖讲那个话啦，我内行人，对不对？因为我的面我家己了解，我做敏感嘛，你小读的我就知影。不是啦，看到你很高兴，总要有个原因嘛。看到你真对自己颇为满意。好好好好好，我阿唔捌看人个查某嘴只宽啊，惊死人！我嘴宽关你什么代志？我哪有讲什么代志？我是讲后街啊，要教你个查甫人啊，要下你个菜水较歹下，真袂歹，当边啊，会普通啊。你也别烦恼，我也袂去斟你啊。嗯，我告你斟着，挂偏煞你输伊。你别烦恼，我若要斟你，我甘愿来冒迄饼，冒迄条啊嘛，上无袂叫惊着。我管他你要输落来吧，莫当遐讲迄落话啦。安怎啦？啊，要安怎就来啊？恁爸个身体较歹，恁爸嘛食药啊，等你。你咧甲我呛嘴呢？没啦，你这是对一种的啊，朱哥亮，朱大哥，嗯，这么大的场合，这么高级的地方，你访问嘛较好听，什么都一种的都无你高啊哥，你应该讲说，赖小姐，请问你是哪里人？安尼才对啦。哪里人哦？不是人，是人。哦，什么人就对了，对啊，倒位的人，憨哦。哦，你要问我倒位人？嘿，你是要问阮爸爸，是阮妈妈，是阮阿公，还是阮阿妈？无同款哦。拢讲来听看卖啊！啊，你爱记哦条，无你会录起哈，听清楚哈。阮爸爸是美国人，哦，阮妈妈台湾人，哦，两人结婚了生活，我在台湾生的，所以我中国人，哦。即嘛话讲，阮爸爸这边阿公，阮、爸爸的爸爸就是阮阿公，德国人，娶阮阿妈美国人，在美国生阮爸爸，所以阮爸爸算美国人。会记吼？即话阮妈妈这边吼。阮外妈就是阮妈妈的妈妈，阮外妈是日本人，嫁予台湾人。在台湾生，阮妈妈，所以阮妈妈算台湾人。啊，阮爸爸才阁甲阮妈妈结婚，安尼我倒位人，你即马知啊吼？啊，我即马要找啥物人？我管你要找啥？哦，我唔捌听着人的来源啊，乱即落型的安尼，惊死人！即若要含你讲亲情财产，也无足济袂好哦。安怎？当台湾甲恁老母讲较好，就过去美国接恁老爸，看有应准无？尾啊，就过去日本请教恁阿妈。恁阿妈就过好势了，就过去到德国找恁阿公。啊，亲戚讲无好，财产破产。哦，阿姐，我若娶你哦，啊若生囝，哦，迄麻烦哦，若要陪亡啊，迄就留起来哦。当台湾陪老母陪了，即摆就过去到美国陪老爸哦。啊，老爸陪了，即摆就过去阿妈遐陪哦，去日本哦。日本去陪了，才过去德国去陪阿公哦。啊，陪到山前，咱就做兵替我啊。你别烦恼嘞，即摆回程机拢足方便的，变遐久啊！啊，回程机佫实时来飞到我三摆，你还佮麻烦。哦，啊，我就乱，你就行嘞。哦，恁老爸算美国人，嗯，阿公德国，阿妈日本，对，妈妈台湾，嗯，啊，你应该老爸美国人，应该爱属老爸姓嘞。你乃姓大，是恁老爸老母也是大人无同意，啊，尾也当台湾先生。我姓罗的口伊，我姓姓罗人安尼。啥物姓罗的罗人哦？啊，无啥借问一下，你是安怎来姓弟？啥物罗的罗人？唔是啦，我讲互你听啦。我拄仔讲过，阮阿公德国人对不？嗯。德国人，正经照你讲起，我的姓应该是德文啦 ，Lichtenberg。Lichtenberg。我的名字叫 Tammy Lichtenberg。Tammy Lichtenberg。因为 Lichtenberg 这个字太长了，翻成中文叫李以奇顿堡。那李奇顿堡呢，再加个佩霞，这名字实在是不好叫。所以我妈妈讲说，你既然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是中国人，就应该要有一个中国姓。
所以我才打妈妈的姓，妈妈姓罗。哦，你妈妈姓罗，我妈妈姓啊。但是我一出了台湾之后，我就回到我原来的身份，叫做 Tammy Lichtenberg。哦，啊，老爸叫做李吉顿宝。对，我的姓。对，啊，你叫做 Tammy 李吉顿宝，啊，妈妈呢？嗯，我都要讲给我阿妈的本人，所以细汉的时候，侬叫我妈妈叫 Tomiko。哦，安尼种 Tammy Lichtenberg。哈。李吉顿宝，对，带 Tomiko 生来配下，好记得袂歹。嗯，哦，啊，这样给我，得去查我的姓就麻烦了呢。安怎？就 Tammy Lichtenberg 李吉顿宝，带 Tomiko 生来配下，叫李高粱啊，李来配下高粱。啊，那个生囝户口就歹过啊 ，Tammy Lichtenberg。李吉顿宝带托米克生来配下，叫猪高粱啊，猪来配下高粱的囝猪袂灵。哦，你惊死人啊！阿姐啊，后过啊，死在那一块门牌，唔爱五六千，啊，无那写会落啊。啊，你要搁问阮阿伯阿婶遐无？没啦。哦，你阿伯阿婶还搁讲话啊？一块门牌，唔着去叫人来装潢。没，我唔知影乱这个样，好了解到，天命那怎么？来，李吉顿宝，查某囝，要唱什么歌？哦好，咱看到这段吼，咱感受着讲，以前啊个，吼，伫台湾生，安内变做中国人，咱渐渐着惯习，咱的头壳着无开始冲突，啊，着去甲认同。哦，原来生在台湾就是中国人，啊，所以伊做足济代志，用中国迄个方式来甲咱台湾，你渐渐你就认同，你从来唔去想讲奇怪，阮台湾都无安尼呢，啊，啥恁中国那变啊呢？啊，毋过伊甲你讲，台湾就是中国，啊，地主，咱就去认同伊的做法。所以伫遮你眼看着讲两个人这段内底。伊一边是咧表现台湾人的无水准，一边是咧表现凸显中国人迄种高水准。但是你看了落尾，你愈看看到落尾，你会轻视着家己的台湾人，你唔敢做台湾人。咱免啦改变，你爱去了解台湾有足济光荣的历史，是赢过中国几啊倍。当然，咱是要赢伊。那是讲，原地我的水准都拢比你较好，是安怎你来南南呢？叫我甲你同款。啊，好处你拢提起，啊，歹处咱留予咱，这唔是安呢？所以，咱来参加台湾民政府，就是要去觉醒，觉醒就讲，是安怎咱伫遮的制度内底，咱要去改变。无你甲看吼，咱的囡仔，我最近有问足济囡仔。伊咧唱卡拉 OK， 我拄到一个最近啊，拄到一个两岁歌。伊讲伊干爸爸哦，伊真会唱歌，结果伊唱的歌即马加学一首，哦叫做《爱情的韩诗批》。两岁囡仔唱迄个《爱情的韩诗批》，我袂晓唱吼。啊，毋过我听伊咧讲这个，安尼讲起来，我讲安尼个囡仔吼，一古早我阁听过一个差不多三岁，一个小女生。伊咧唱迄个做爱人啊对人走的时阵，我是想讲三岁囡仔啊足细汉的啊咧唱爱人啊对人走，迄种的感伤，迄感想吼，你会感觉讲啥人啊变啊呢？敢讲无真好诶物件互伊吗？敢讲无佫较好听的歌互伊唱吗？应该是有，但是咱拢去甲讲迄卖差别，这就是咱南部古。精神觉醒，台湾唔知变啥款，所以刷来，我开始爱甲大家讲，咱的眼光会当眼光看到全世界革命是啥物款，绝对甲台湾无共。古早我伫做学生嘛，常常咱想讲去参加这个政治活动，每一届若去甲人咧游行，就是讲哦，来甲抗议，来甲创啥，但是抗议到尾啊，我拢总参加要将近二十年，每一届动员充满了气力，但是代志过了后，同款，连一点点啊改变都无。
啊，所以咱真容易激动的所在就是啥选举。每一届，那听到古早吼，遐咧听到迄咧话，迄选举的人候选人伫遐，啊，伫遐咧对唔对啊？好啊，莫啊，大家哦好哦，对哦。啊，但是选了，伊的对甲好，伫倒位，你拢无看啊？过来，外国的革命，我简单记足一个吼。让我们去看到他们的革命是什么叫做革命。第一，我们看到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原地美国它是让这个英国的统治，有一个将军叫做华盛顿，华盛顿他原地它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好像是小将而已吧。当伊来到美国这个所在，伊原底是要来管理讲这个人，伊有一个目的，就是美国所种的米啊、棉花，全部爱收收的收收，送到美国，咩送到英国，造成真济劳动者伊所做出来物件，煞变作讲哇安尼，咱都对哇，做甲要死，结果一半甲鸡拢放提去，甲咱有共款无？足共的，咱安尼纳税创啥？结果国民党甲咱。切一过足大过去，啊！但是美国伊就开始想啊，是安那我经济所产生的效率，我做的工课我咧做，物件我咧收，但是收收的你讲纳一寡给政府，这是应当，但是全部一半听讲留无偌济，怎拢交转去？迄边啊生活，迄你的代志。但是这个华盛顿，伊看到讲安尼唔对，全世界无人安尼啦。所以，伊伫美国开始，伊每一届，伊就甲遐足侪人开始坐伫什么所在？坐伫啤酒吧，吼，啉啤酒的当中，伫遐开始讨论，咱要安怎？咱要安怎？咱要安怎？迄咪啉酒都咱都讲讲的准拄好呢？迄是啉了开始计划，吼，那你王政府讲了就谈遐醉咧，啊，趴咧困，明仔载天光拢无代志。因美国人迄届毋是，啉了即届气势愈坚强，直到迄个将军华盛顿吼，因个国父，就甲伊讲：，按即马去，无要向英国政府交税。哦，迄英国一听咧，拢戆伊咧，怎较紧诶？甲即个华盛顿将军甲叫倒来，讲：，来，你紧倒来，我吼封你做中将。咱的华盛顿将军闽南哦，我想讲，确实今仔这个人那是咱这的人，去阿都哦，伊做将军阿都好啊。这个代志革命就煞去啊，但是伊讲歹势，我无法度。华盛顿伊讲一句讲，我已经甲这块土地，我的生命甲伊拢结连做伙啊，已经拢结做伙啊。我已经伫遮看到美洲这个这么水的所在。我要伫遮生活，我已经是遮个人啊！因为你甲我派来遮，我就是遮。我认同是这块土地伊予我的这个甲我养饲，所以伊讲我革命。结果因有成功无？有美国独立战争就成功，所以伊无受到利益的引诱来放弃。结果第二项。第二个国家，就是这个爱尔兰。你知道爱尔兰嘛是同款，伊受什么人统治？英国。爱尔兰这个国家，伊拄开始，因原地，到目前为止，古早，伊嘛是同款收足济迄麦啊，收收咧，怎爱送登英国？伊嘛开始想讲，奇怪，咱。种作遮辛苦，啊是安怎那拢爱一半啊个，定定安尼送去，啊着规个拢予英国政府收去，咱遮一项都无。啊有一届，因有真荣幸，吼、哦，因讲英国的这个王室来甲爱尔兰娶着一个，那就皇妃啦吼、哦，去到迄个所在，因这个王妃伫这个王室内底。不断向这个英国王室皇家来个提议讲，拜托的，
我的故乡爱尔兰，请你唔通对遐尔刻薄，会当互因生活较好咧。每一届甲讲，无你买啊嘛，卖总甲收甲够，好一挂一挂安豆豆啊。结果，伊提出一个要求，王室遐个人专甲提出一个要求，讲安尼啦，你这个王妃吼，我甲你要求一项，你若有法度，拢卖穿衫，骑着马，啊，怎去甲爱尔兰遐西外大人，你甲西起来，空起来迄位，我拢卖扣税。好不？你要答应无？伊本来想讲，或者可能讲笑的，伊唔敢。想未到，这个爱尔兰的王妃甲伊讲好。这个消息就传传去，爱尔兰遐个人开始为着这件代志讲好，当时要来射城。这个王妃真正照约束，伊骑马拢无穿衫，开始去射迄个爱尔兰迄个岛。一世当中，爱尔兰在创啥？爱尔兰所有的人民，拢甲脚垫关，拢甲盖盖起来，秘伫厝，拢甲关关咧，怎伫厝？伫遐祈祷。所以，这个王妃出来洗时阵，伊一个人，脱袜体，拢无穿衫，安尼灰的当中，有人偷看无？无。有人知影无？真侪人知，但是拢。无人出去偷看，嘛无人感觉讲，这个代志，伊咧射城真顺利，规城拢无人，安尼害去飞迄人，啊，直到总飞了的时阵，因人拢秘伫内底，伫遐流目屎，伫遐祈祷，伊真感谢这个人会替咱争取，咱嘛应该付出咱的代价，咱就是干呐卖出去尔。但是爱尔兰的独立不是安尼哦，伊经过这个决定了后，照二说有影无甲扣税。但是爱尔兰的人伊佫进一步，伊想讲我要家己一个国家，伊怎开始去组织，开始去议会，开始22个少年人开始嘛学这个王爷共款去写迄个声去宣传，讲咱爱尔兰一定爱家己徛起来。你敢知爱尔兰？这个所在，伊虽然是英属的，但是你若去爱尔兰佚佗，你敢问一句话？你甲讲，请问英格兰免哪去？免哪去英国就对啦，迄段差伫隔壁呢。爱尔兰的人会甲你讲，我甲你讲啦，英格兰遐无好耍啦，英国遐歹耍啦，倒只耍就好，唔好去遐，遐歹耍，阮遮作数的。啊，你若要坐车，耍得较俗的，所以爱尔兰的公车。有英国坐，甲因爱尔兰本身呢，永远拢上英国一颗英镑。所以大家你来咧坐，你要坐到一边。当然我坐爱尔兰这边啊，英国迄边无人要坐。所以因用尽每一个人，那来甲爱尔兰拢会讲，你唔好去甲英国，伫遮就好。你有发觉因的共同点，因疼惜家己的爱尔兰。因甘愿讲我牺牲减碳一块，但是你要用我爱尔兰的公车，不管只碳着拢好，只要你用着我的就好。阿妈甲你讲，唔好去那边，要消费到遮就好。所以伫经过因安尼抗争、安尼争取，爱尔兰家己产生一个议会，因讲是这个国家，我啦开始渐渐形成。好，这是第二个。这边有没有成功呢？哦，但是伊到今仔日，我相信已经成功啊！啊，那换作咱台湾，那讲有一个查某人要烫麦提鸡落西吼，我看咱的记者迄八厘米的就开始架伫遐伫遐等，啊，规阵人排排伫遐看，迄其他人拢安尼，假假西。咱开始爱去思考，台湾人唔是这型的，还是中国人。所以过来看到近代的作者革命，因的革命是啥物款？有个人是讲革命就是爱用着真济暴力，爱冲爱拼。吼、哦，我感觉咱台湾真济人就是讲哦，爱甲拼落，爱甲拼落。但是咧拼的当中，我呼吁大家，唔是咧拼这个
外在的暴力，嘛毋是咧拼外在这个行动。我感觉是爱拼头壳思想的坚持，头壳思想坚持才有法度拼出这个革命的制度。你革命才有意义啊！你会想讲，无安尼拼就是无出脱，安尼叫做无胆。我是来看这个影片吼，这个影片就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因咧拼是安那拼？波罗的海三小国，因咧拼的当中，因是用什么货咧拼？因都开始从台甲老火老的死足济，但是甲落尾因咧状况什么款？好，你来看这个这段的影片吼。What role can singing play when a nation is faced with annihilation by its neighbors? Can culture hold a people together? For centuries, the small country of Estonia has faced these questions.With the Baltic Sea to the west and Russia to the east, Estonia is a gateway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and has always been a desired place. People here have faced wave after wave of occupiers. Danes, Swedes, Germans, Poles, Russian Tsars, the Soviet Union, all have seen the value of this land.But Estonia's darkest and bloodiest chapter began in 1939 when the Soviets crossed the border. Within months, thousands were executed. Others disappeared. In one night, 10,000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taken from their homes, loaded into cattle cars and shipped to slave labor camps in Siberia. More than half never returned.Then the Nazis came. They withdrew, and the Soviets returned with a vengeance, this time staying for 50 years and nearly eradicating the Estonian nation.After 5,000 years on this land, Estonians almost ceased to exist.
Estonians fought and sang and survived.For centuries, people her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have come together, joined voices and sung. In Estonia, fairy tale heroes are not brave noblemen who slay dragons and save damsels. Their hero is the shrewd old barn keeper who sits by the fire, waits.Watches and acts only when the time is right. Patience is a weapon. Caution, a virtue.这个真感动的过程吼，你看伊咧唱歌，我每一届看伊唱歌唱到落尾，迄个感动绝对唔是咧用着迄种感情的，伊是甲伊一块土地生命是结连做伙。咱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咱看到这三个国家因革命已经成功，予咱做咱的例子头前咧看。因嘛经过咱大概去讲讲，咱台湾民政会时阵，咱拢会得到一个回应，无法度啦，日日八台遐济，请问因台死愈济，因台死的人敢有比咱较少？无，因所牺牲的人嘛无比咱较迄个，但是因的文化一直坚持着讲，我一定爱坚持落去，我是爱沙尼亚的人，甲咱同款。咱台湾民政府的人唔通睿智，唔通灰心。咱虽然人少，但是我咱嘛爱勇敢讲，我是台湾人。咱唔是搁伫遐一天过一天，安尼醉生梦死。反正明仔载再搁拍算，唔是讲为吼无米再煮番薯汤，唔是安尼。时到时拍算，袂使哩啊。经过这三段，我感觉咱对于三个国家的革命。拢总是用到真侪生命，这是一定的。但是你看到这个国家，咱伫今年年底，以及到明年要办一个迎新会，伫咱家，你敢若讲，招大家来咱家集合，咱这集合唔是要甲你讲啊，迄也无创啥，迄也无安怎，咱是要集合着咱个革命个意识。咱集合来讲，是要你甘愿放弃你去当日一月一号的假日，你的假期，你的种真济生活，也是讲你要放弃的物件，就是讲我都袂愿参加。咱敢是安尼？我相信台湾人都开始唔是安尼。我每一届看到讲。因的文化是叫醒因的灵魂，伊咧唱迄首歌叫做《城门的大开》，就是讲这个门原底是关起来，这个城门是一个真大的门，但是因已经开开啊，是用着因几啊年安尼个塞个竟然才开开，开开了后，因才建立家己因的国家。当然，咱今仔日唔是要讲到这建国，也是要主题，拢唔是。咱是要宣扬的是讲，你的头壳敢有甲因同款，有这个革命的思想。所以，你来伫台湾，你甲招讲，啊无安尼啦，咱当时吼，咱招招咧来唱《美丽台湾佛摩萨》，大家来甲你讲去笑的。讲啊，我咧食百香园，是咪安尼？当你甲讲啊，无咱来参加民政府，你用你一份的气力。伊讲，
恁迄吼，是安怎都爱阁创啥，啊是安怎都爱阁创啥，啊都爱交遐济钱，金钱诶丧失，金钱互骗互拐。咱来检讨起来，因来遮唱歌诶人，我甲估计过，因爱为差不多将近要400公里，啊为遐安尼国行，美国行啦吼，因诶交通工具。吼、哦，咱遮那400公里可能是为恒春遐安尼赶来，但是因所花费的时间、金钱、种种，伊我都组织迄阵人，伫遐咧唱出讲，大门开了，这个大门已经开了。吼、哦，你看伊到落尾，伊叫大家合声咧唱的时阵，敢有人伫遐咧计较无聊？我相信无人，伫遐每一个在座一个人，咱看到上尾迄段影片，伫迄个内底，我敢100%，我真欣赏咱台湾有自己个共款，吼、哦，毋是要做出啥物暴力性的革命，只是讲我的头壳，我来当为着我的国家，我咪牺牲全部，我敢若甲徛到遐，啊来甲同齐唱一首歌。唱这首歌唱了，咱的门开开，等于台湾若愿意，你能组织1万、2万、3万，愈来愈多，甲唱出台湾的歌，我相信有一日，流亡政府爱走，一定会惊到你来走，爱紧走，因为伊已经看到咱的文化起来，咱已经知影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个无共款，啊，毋过。在这个过程，我相信大家加油。这个加油是要跟我们勉励说，他们遭受比我们多10倍的艰苦，他们遭受生命威胁是也多我们几十倍。你有看到刚才他们出来、哦、要开始说到革命，我们就用棒就断死，跟我们台湾也相像。当时是你如果说到、哦、这政府的坏话，他就把你抓起来把你棒就断死，但是他们没怕吓，因安慰精神，就是用着这个国家来去做伊个定位，讲我会当为着国家来做啥物。当然，即句话是爱全体讲出来才有算，毋是你讲，嘛毋是干那我一个人讲。所以，台湾民政府才会动心，甲落尾，咱所要做个工课，就是爱坚持着讲。咱来遮上课，上拢总6节课。你所了的精神，你袂当讲了去。你所知影，我每一届来咧讲介绍讲，咱台湾民政府伊拢甲你讲一句讲，啊恁遐吼咧讲骗。但是咧讲讲骗的当中，这个心实在是讲真痛，因为你若歹将你一份甲提出来。你将你一份来支持，敢无好？你敢甘愿看到咱的吼市面上，念咪考题，念咪读奶粉，念咪三聚氰胺，念咪三会，念咪安怎安怎安怎？安尼干那甲你武家，结果互咱台湾人干那，大概你若去甲讲到政治，伊就甲你讲系摩擦，系真危险。我相信，咱经过即几工的上课了后，所要建立的是讲。咱的革命的意识，唔是要来冲来弄，其实是已经备办一条真好的路，才和平。只要你来参加，只要你来讲出讲，伫战争以后，一定爱有一个民政府的产生，这袂共骗的哦。好、哦，人讲啊，你的民政府共骗的人，其实你应该讲，是因为你唔捌国际战争法，伫任何国家。经过证书了后，一定要一个民政府，这是世界公认，全世界拢认定是安尼。啊，伊会刷来甲你问讲，啊，恁哪知恁成立的是民政府？伊讲，咱应该解释，台湾独独有史以来400年来第一届要做家己的政府，就是咱。你若相信，你也。加入绝对不是讲到利益。你甲看拄只咧唱歌遐个人，应该用着讲，等下吼，恁唱了，吼、哦、啊，
等下散会时阵，大家会当领便当，啊，便当内底拢有2000块，啊，恁来好好啊保管。应该遇到这来，唔是哦。但是伫中国的教育内底，我看到红衫军伫几啊年前咧抗战的时阵，我有看过真侪人都是为着伊迄个便当内底。伊敢真正遐侪人伫遐聚集？唔是，我真侪人去，转来，逐工去，逐工去遐去。伊讲，恁这是安怎？因为一工，我若倒只坐一工，红衫军若倒只穿红衫啊，坐一工有2000块。伊讲，你哪知？伊讲，因为伫车底咧分便当的时候，拢甲交代，恁吼便当吼食无了，莫单调哦，爱甲喂甲见底再使单调哦。吼、哦！啊，大家爱用心来喂，食好清气。啊，你就知影，迄意思是啥？叫你食好清气，有的人是讲啊，我腹肚食袂落，我腹肚袂枵，我就食两嘴，讲我就甲撇掉。我你那戆，迄内底爱一直尿，一直尿，一直食，食到了的时阵，你会看到便当下底2000块。伊敢袂感觉讲，哎呦，啊钱那囥的便当敢袂垃圾袂，足清气的。伊那无去思考讲钱那去囥个只，所以伊坐伫红衫军迄个团队伍内底，为着啥物来利益？伊坐一日2000。请问台湾的人的灵魂2000块都买起来？台湾人从教育甲变作讲，你只要开2000块，你应该台湾的灵魂甲买掉，为你做生做死。所以台湾已经乱去啊！台湾已经变成什么情形？你敢无感觉台湾伫中国嘅教育，咱拢变作咱袂惊神，爱惊鬼。我看咧拜好兄弟嘅人，将来唔捌咧甲埋怨，将来唔捌咧甲怨叹好兄弟讲你，我甲你拜遮济，你唔捌甲保庇过，因为伊惊讲你若甲骂一句，伊会甲你惊。但是伫20年前。我一概看到迄六合彩安尼签输了了，啊，甲迄土地公吼，迄个安尼蛋蛋规家，迄落水溪安尼平平落，迄嘛足罕有的现象。所以台湾爱找着真理，毋是对偶像找着，毋是因为讲哦，是安那你要拜这個，你要拜那個，迄是要予咱知影，民政府参加，虽然是牺牲你个人的利益，但是。每一个人若甘愿牺牲你家己应该有的一份，咱台湾要变啥款？会甲迄个爱沙尼亚同款？会变作有一日咱期待咱台湾民政府会用召集甲因同款将近的50000人，同齐唱出台湾的歌，我相信咱就成功。这就是咱的期待。所以，伫台湾民政府的授训课程，毋是要教你讲哦，来授训了会当做啥物货，做啥物货利益，吼、哦，感情拢无。啊，毋过你袂当讲感情无，就代表永远拢无，毋是安尼。迄是变作你爱将这个门先甲拍开，后壁迄个宝藏咱就摕到。吼、哦，毋忙咱会当对这个国家来学习。咱的革命的意识一定要坚强，唔通为着讲啊几句话讲，迄个骗人的，迄个安怎，咱就来追击吼。那骗你爱敲锤出讲，到底是倒位骗人？吼、哦，这点是我大家的拜托。那讲到骗，你用去看法院的判决文，你用去看和平条约，种种作者，你去甲看。你若看无，你去共请教嘛无要紧，也是来问我拢会使哩。哦，我知影，我拢尽量甲你讲。主要就是咱这个意识绝对袂使无去。好、哦，毋忘大家同心，互相加油。好、哦，今日上课到这，谢谢。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谢谢大家。